今天玩我也不知道哎，就 Steam 上面的游戏啊。哎，我还为此开了伺服器，各种爽开。因为他这个伺服器的人数上限就60人，我看到有人可以改到100人，不知道怎么改的，是不是用修改之类的？我操，哪里有100人？不见了。而且他们的那个伺服器的那个 ID 啊，名称都可以用那个有颜色，特别诡异。哦，所以他的那个最多伺服器的人数是60人这样子，所以我就开了2个伺服器。感谢再次订阅。不然我原本之后是想说看能不能开一个伺服器就200人这样就好了，就不行。而且现在人也太多，我连自己伺服器都进不去，太惨了。极度好评哎、欸，啊有了可以进了，还、哎、没有。就有机会。啊，今天开1080呢，各位，哦，会累个要叫哎。这个其实我自己稍微做个中文化啦，只是因为中文化不完整，所以我就。没有套用。小人不会拳头哎、欸，因为不会玩啊。你看左下角就是类似那种聊天室，然后，左下有个那个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下面那条是红色，那个是那个血量。哎，看这个岩石，这个草地，这个花树，有没有很像 Lost 啊？因为没有办法，他们都用同一个游戏引擎做的，可能因为那个游戏引擎比较便宜吧。798我就用 OBS 嘛，当然支援啊。我现在就是用798，开1080这样子，有动物。兔子，跑超快的，一下子不见了。啊，这游戏好像几百块吧，忘记了。哦，有兴趣可以去买来玩看。我有偷偷推荐给耿哥，我、哦、不知道他会不会玩。哦，游戏中可以打中文啊。这是狗吗？真的是好大声哦！关个门，为什么不能打？这个有什么按键之类的吗？用手可以做武器，需要这个不知道是什么。
哦，要工具，要20个木头，哦，要工作台、火炉、铁铲。是不能直接用手哦。聊天室是强国人士啊，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怎么开。我有一个 QQ， 他来跑来说那个说怎么开服这样子。我说跟 Rust 一样啊，然后就他说 Rust 是别人发给我一个程序，点开自动下载。我靠，因为他们都是用那种。因为不是开伺服器这种东西，就是它的方法都一样，只要懂了 Rust 的开法，其他游戏基本上都是一样的，因为它同一个架构都是在附属于在 Steam 的那个伺服器上面。很讨厌那种伸手党，所以我就没有理他了。有啊，我有红彩，但是我们还没玩过，已经是被虐的那种。哦，原来左下角是饥饿柱哦，so hungry。整个伺服器都是强国人啊，因为它是伺服器列表，还没有那个强国的伺服器。哦，我，韩国这才刚出现，日本这个很早就有了，然后这个好像是亚洲最先有的，然后这两个是我的。你们看一下画质还好吗？因为我今天开1080，有点黑，没有东西可以打哦。你把它采集，直接用捡的吗？哎、啊，你好。而且我画质已经全开了，这游戏的画质就这样。哎、啊，你好，捡起来，比较原木。这不能装备在手上哦，不行。这一块好像要500块吧，哦，用手制作工具台，要5个原木和5个石头，2个原木，5个石头。完了，要被打了。是活人吗？按什么？按说话。啊，微博。哪里啊？国人啊，国人啊！你声音很卡啊。我是卡，你跟我来。走，我跟你吧。来，我来，我给你一人。靠！快死！
不懂，你要顺路，先回他家。不能那么快就凸显说自己是哪国人之类的。被打被打！哎呦！快跑快跑！啊！国人，别打了别打了！国人，别打！国人！哎，你刚才你再打我马上招人。您在这打。不好意思，没说话，不好意思。没事。为什么他们声音那么卡、啊？那是是。哎，您这有红箭吗？那兄弟，给我点物资，一会儿。物质。我给你要衣服吧。啊，给我个鞋子、裤子，或者给我皮鞋。您在这等我。行，你拿着去吧。嗯，不要。哎，他在呢。哎，帅哥，你把皮……哎，这谁啊？这人您是吗？国人。国人啊。好的。国人。So hungry。刚那人呢？其他的物资不够做东西了，我自个儿就穿了一个褂子。一会儿再，我给你做。刚那个人呢？不着急，哎，刚才我他妈再怼他一毛，他就死了。豆也没播啊，播这个被喷死了，拜托。靠背，我扣血。哦，太冷了，快要冷死了，怎么办啊？哎，国人，开门啊！快死！兄弟，让我进去吧。里面人已经满了，你们走吧。我快冻死了，兄弟。你们可以做一个那个火吗？他妈的！为什么我自己的伺服器全部都是国人啊？赶快火炉哦！他还很好心教说怎么做火炉，笨蛋！哦，可以去火堆旁边，要跑回去。我跟教父讲啊，还是在开射箭呢，看，咖啡。这是不是我开的啦？因为他们大陆好像还不知道怎么开服，其实这种游戏开服的方式都差不多，真的都差不多，如跟 Lost 一样啊，跟那个什么未转变者都是一样的方式。好，我现在在这个已经人满了，最多就只能60人，我想要开个200也不行。然后这是有装模组的。那个伺服器，机车死了，要从头开始。而且刚刚那边不是晚上吗？为什么这边就白天了？有啦，我有介绍给沙梗啊，然后他有说你有伺服器吗？然后我说 yes 这样子而已啊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玩。各位看官，你们觉得如何？整个服都是国人，我刚才从头到尾没有遇到台湾人。有人，
哎，戳屁哟、哦！什么玩意儿？自个人啊？谁给你自个人？快死了！是不是台湾的、啊？是不是台湾的、啊？看怎么不能打他、啊？车。哎，而且他明明打繁体的，然后专门戳我们这样子。哎，你看这个场景，这个石头，这是不是 Rust 啊？为什么现在游戏都走这种风格？而且他们的引擎都是一样的，就是 Unity。我先在这种比较空旷的地方先捡资源好了，这边比较好找资源，上面都是草。你看，他资源，你看你在跑步的时候，旁边有双手在挥，但是你却不能打，也不能防，然后你一定要捡地上的东西，也不能去采集。很瞎，那个树是作假的。先官服看怎么玩再公开吧，没差啦。反正这种游戏就是这样子。刚刚差点就混进去那个国人里面了，但是那个我跟着那个人不知道跑去哪了。而且他还穿辐射装，好像比较厉害。不能设密码。你们看顺吗？我开3000，我好怕哦。打转圈。要5个石头才能做一个基本工具。顺就好啦，太好啦。官服洗白嘞，不能这样子，到时候他们用 K 笑。就你看，我的伺服器名称还有我伺服器网站的网址哎，这根本会损害我伺服器名声啊，那不行。我要做非常公正的哦，管理员哦，就算是管理员，其实这游戏目前管理员权限就只有一个，叫做显示所有玩家列表。好了，没有了，恭喜你，管理员就像个废物一样。哦，石头怎么这么小颗？我看到前面有石头。你看大陆人他们也在内斗哎，我在旁边围观。三国，哦有铁镐，这个叫什么石头？石头炒一颗。游戏是可以中文化啦，只是我没有特地弄，有点懒。赶快做一个，
有了有了，手上装有武器嘞。为他手上拿毛啊，那我现在挂网啊，会戳他。他是断线啊，而且这完全没有打击感，这个。哎，东西嘞？哎，不能捡哦。我靠！哎，他怎么又出现了？有两只哎！他是断线还是怎样？为什么可以杀两只？哎，人呢？都不见了。I need to eat. I need to eat.我也需要吃的。我大陆没有开台啦，因为今天开1080，大陆的实况网站太烂 ，hold 不住。现在会有木头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有的敲不一定会有资源。等等。可以做武器吗？十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就可以做毛了。杀了一个我，还有千千万万个我。哎，你好，快死了。这游戏真的很瞎，资源都是用捡的。哎呦，有人！等一下，我一个聊天室。先做出毛啊，做出毛就可以到处戳人。哎呦，那个身上还有穿装哎、欸，怎么都没有，还肚子饿。内陆资源真的超少的、欸，可能人太多，我觉得还是走外面好了。可以捡，原来有果树可以捡，白痴哦，差点害自己饿死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这可以种哎、欸！靠，我种到这里干嘛？不能带走。许久不来观台，感觉兔头的声音更沧桑了。这是，树不能砍，超烂的。
他是看到什么东西往上窜，该不是外挂吧？没用啊，砍树没用。哎呀，这游戏还有马路哎、欸！哦，对，这游戏可以做很多东西，还可以做车子。还有摩托车之类的，那你要怎么拿木头？它的木头会掉到地上给你捡啊，这些树都只是做好看的、啊。不知道谁的东西来用，空手就可以做的东西。确认这样就可以砍树吗？哎、欸，可以砍树哎、欸！哦，他要用他那个对应的那个工具才能，不知道树可不可以？不行，来，可以做弓箭吗？不能。有箭，有箭矢，但是没有箭啊！真的很烂，天哪！又肚子饿了。什么声音？哪里有什么声音？有兔子。它好像可以换模式。嘿嘿。哎，它有抛物线可以算。又要死啦！哦，快生火！会有哪种怪声音啊？你可以形容一下吗？把一些耳机效果关掉会不会好些？靠靠，又开始冷了。来、欸、做萤火要什么？20个木炭。靠，木头有剪。
好干木都拿去做那个了工具，像按电铃的声音，什么鬼东西？有人去拖一下好了，反正快死了。看他有没有什么东西。干。水果，吃水果没用。哎，我靠，这也会咬人哦！这个。就完全没有戳的感觉啊，这个。哎、欸，戳到嘞、欸，没死。我靠！Hungry， 有皮了，有皮了，还有冬斧头。这砍树没有用，这树不能砍，要砍这种小的才能。那大树是做假的，好吗？不要被骗了！看我的猫嘞，有人来戳它，戳它，戳它！跑最快。为什么会突然被那个戳？看那烟草高、哦。要死要死！废物！干，喂，看我快死了，快死了！哎、欸，这怎么吃啦？我、哦、看看，吃。装穿那么厚还输？哎、欸，干他妈的！干被人家捡，又死了，要从头开始。哦，这游戏的木材来源就是地上散落的木根。大树是装饰，哎，这样大家都了解了哈。大树装饰，就这种地上散落的木根、木头才是可以捡的。哎，为什么会有斧头？
我看这个树砍下去就只是弹开而已，跟砍到这种是一样的那个情形。哎，那边有别人家哎，哦，有人哎，骑车，人家都盖家了，可以啊，可以玩到变文明社会，也可以玩到就是，哦，有车有房有摩托车什么的，哦，还可以盖游泳池，有的没有的，哦，这个豪宅，豪宅，哎，那边有人哎，来看我。那个白痴盖家没盖门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我走了。啊，这好赚，这木头好多，就是500块的样子。又不是太闲爆他房子，都快自己都无法自理了。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来来。好，多这个要石头。我要有那个铁镐才能来挖矿，才能生火。有这游戏要做这么复杂呢？整个火很难吗？把那聊天用半透明的好。真惨，这附近明明就没有住人，就什么资源都没有，有人。现在跑最快，自己都不说话。哦，这种地上的这种树才能砍 ，OK， 而且还掉什么琥珀还是什么，我看不懂那英文。
被秒，秒三小。这个人啊，要死了！操！哦 ，bitch。哦，又死了，烦呢、欸。玩这么久，从头开始了，这难道我的那个一生就是在这边一直捡这种垃圾吗？哎呦呦，这样怎么直接捡啊？我靠，只能一个拉哦。萤火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哎，你好。好想睡觉、哦。那是冷还是阳啊？哎、欸，那个是水果。你们聊天是无聊弄的啦，好玩好玩。我刚听好像在说话、欸，在说中文。不是那两个，懒得过去追了啦，先找食物要紧。这里是不知道谁在地上捡到，然后就果实就随手拿起种了这样子。我这游戏玩一下而已吧，玩到八点半，是如果没有死的话就继续玩。啊，突然好怀念刚刚见到的国人哦。中文化、哦、不知道哎、欸。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呀、啊！哦，有萤火站，但没有食物。工作台，缺石头又缺，都缺，就可以做啦。这种这些场景看起来很面熟，是不是我都在差不多的地方？还是说有一只兔子？哦，靠！我想说看到那只兔子在原地跑，如果卡点可以过去戳它。
哎，食物食物，爽，狂吃，终于离死亡又稍微远了一点。有人呢、欸，看，也身上还有包。先不要硬干好了，谨慎型玩法。打动物你要有那个毛啊，那都跑，那兔子看到我都跑了。哦，我刚才在很远地方就看到这个怪剪，然后它会掉种子，就原地种两颗，哦，留给之后路过的过客们。抱歉，这不能堵人。啊、我这边在施工什么？怎么那么吵啊？哦，这游戏有13国语言，就是没有中文。连简体中文都没有，这游戏470哦，你们可以先买，我觉得某人有可能会玩。做还不用做了吧，这也就有了。不贴心的游戏，可能是他们觉得亚洲没市场吧，或者是……我靠，现在要怎么做啊？背包。裤子要皮，有比较好的装。等等，好怕有人。材料，20个原木可以变成木材。哦，骨头可以变成线。哦，这是弱的线，然后这是强韧的线圈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可以变油，也不是油啦。弓箭，哈，哇，可以做步枪哎。还有散弹 C4， 只要玩多久啊？要玩上好没？我先躲山上好了。不是星期六吧？今天礼拜几啊？哎，昨天吧。
我躲在这种一眼就是知道就那个怕被人家发现的地方。因为他盖那个还会有范围，就是说我光过多远嘛，这样我看不懂这个意思。有为什么不能放？然后烧火，点火。烧了就不能让它熄灭了、欸，哇！现在旁边种点花，花草草的。温度258，这是，哎、欸，这么，我看。为什么这样就不见了？看，要冷死了，赶快！皮嘞！那我能引火烧完就消失的啦。还好还有缺，而剩。一年前的绿岛户外实况萌萌，就好玩而已啊。它是因为地区的不同吗？为什么今天不会那么冷？哎呦，开冷了，开冷了！才刚说完，马上冷。哎，等等，走过来会冷，然后退出来，好，一样冷。我想说，是不是有地区的那个分布关系？这样就准待在这裡，这有状态哦，移动速度和我不知道，就是一些保护还有装甲这样。426超多，不是普通的多。哦，这是我家的三个，该有人。好像走了，讲到默默的玩掉了，又没有人，至少要见死吧，跟人家戳。哦，我开两个符啦，因为最多就只能六只人，我想就开两个。然后大陆原本没有符哦，好，然后结果那个。哦、有人还跑来问我说怎么开，然后就我跟他回说，你别急别急，不久之后你们那边就会有伺服器租用了，结果马上就出现这个，超好笑。你看我说的话有没有很准？他们大陆的习性就是这样，伺服器不自己开的，就开出来就要租给人家那种，赚黑心钱。
啊，耿弟是谁？哇，铁，用铁，这铁要怎么做啊？这东西也太复杂了吧。还有分铁镐、铜、气、滚柱、缺石头。哦，这附近人超少嘞！好，就住这了，就住这了，各种资源，太爽了。吃一个柳丁，橘子，打错了。而且我还不知道房子怎么盖、欸。刚刚遇到国人的时候，他们有一栋大房，还是什么他们人满的什么的。神奇，哎，不是萤火嘞，到武器间做出来吧。啊，有了有了，太棒了。然后呢？欸、他这是不是烧完就没啦、啊？我是不是要放那个木材进去？放着放着。这设计真的是很瞎哎、欸！我们以为这个吃完会掉种子，结果它不是每次都会掉种子、欸。我原本想说，就一直在那边一直吃，然后一直吃，然后拿那个纸一直种就好了。结果事实跟我想的不一样。没中文改好难玩啊，不用担心啊，我等一下玩到八点半，然后我就先关台，我就去做中文化。OK。哦，你们听到中文化有没有很开心啊？可是非常有心的哦。甩头，呀，有人在山上。
这也超悠闲的、欸。干没中，完了，他冲过来。这个打击感超差的、欸。哦，有骨头可以做线。靠，没中。竟然还没中，怎么可能？看起来像是插中了，但是没有射到。行，我有皮了，现在做东西，衣服。太棒了，有衣服，有裤子，哎、欸，裤子，有一种老皮风格的游戏，怎么说啊？哈哈，我有衣服可穿嘞，哦，增加了三点耐寒，还有两点的装甲。所以穿衣服是有效的啦，不会像有的游戏穿衣服是好看的。对，而且是我的个性使然的关系吗？不然我观众都那个特别淡定。人家说有其实况，实况组有什么样的实况，有什么样的观众？哎、欸，啊，跑过去又，哎、欸，射不了那么远。默默欣赏，老皮之前玩就 Rust 嘛，或者是诺兰中世纪啊。哦，想 Rust 真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游戏，它就是有股莫名的魅力，然后可以让我那个为它开伺服器，看没中。你刚看是不是根本就是已经要那个射到他头？怎么这？跑那么快，欸、没中，好。我刚刚那个一下是那个伺服器问题，继续吧。这超悠闲的，没人呢，我超开心，就一直在这边晃。超开心，都没人，只是我好像有点忘记我的萤火在哪里了。我只记得我萤火附近有个工具台，
哦，我这骨头可以做线，等一下吧，先采集资源先啊。Boss 哦，其实还好哎，还是蛮多人在玩的。我现在还是，我一直从以前开 Rust 的到现在，伺服器还是开着啊，是一种救救我！我怎么每次都是差一点？开着也开两年了、欸，从2013年11月到现在，啊，顿顿的。